Vậy ha.恭喜你抢到了一哦！来来来，欢迎欢迎！很累，我不能这样吧，这样太远了。欢迎欢迎！谢谢凡凡的春天奶茶，今天怎么样？我谢我自己的手速，终于不是二了是吧？我昨天不是穿这一身呀，我走了走了，打死你！我昨天可能是这边灯光很暗嘛，在酒店，毕竟。我看看啊，好，咦，脸小，好过分，我看清楚了，打死你！好讨厌哦，你们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不过说实话，因为可能这边光线不好。你光线特别昏暗，画质就不好。到重庆市，哎，这样就好了。对。因为我们明天到重庆市11点钟，然后会不会是好困哦，跟你们讲。差不多到剧场12点。特别困今天。对，累嘛。我们刚刚去吃了饭。谢谢听百听缘报。等等直播一会就睡觉了。我们明天7点出发，我们要6点半起床。哦，我的大脑已经快运行不了了。烤肉吃饱了呀，对呀，是吧？很早，很早呢。我现在这里都很痛。对，天天早起，我真的受不了了，真的受不了。哎呀，那不回中心，我就不能给你们吃 QQ 弹弹的高粱饴了。我们后天穿 JK。突然我才想到这件事情。明天不穿 JK， 明天我还穿我今天穿的这一套，因为没有衣服穿。但是。重庆是 JK， 重庆欢乐谷是 JK。明天早起。什么时候回去？明天7点啊！哇！谢谢岁月无痕送的夜蝶，好久不见夜蝶了，这是我4月份的第一个夜蝶哦。感谢岁月无痕，比心比心比心。哦。上分要早起，但我从来没有去过，因为。太好看了，因为那个时候太小了。好，但是现在的清明节好像都没有在家。哎呀，我这里画质不好，这边画质不好，我跟你讲，这个酒店真的是气死我了，我连前台的电话都找不到，他这里竟然不写，就是这个房间的各个角落都没有写前台电话是多少，我想打电话都没法打，我跟你讲，气死我了。今天晚上的烤肉是。然后这边就是光线也不好，可能就很模糊。我今天要屙屎，而且就是在欢乐谷里面也一直走路，一直走。坐骑那没有，他没有，他只有这个酒店的名字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们还是从金牛湾打走回来的，因为我们住欢乐谷。他只有订购电话，我要跟他写个投诉，就是他不是这个笔可以写吗？我要写。坐骑那没有，我要写，我写什么呢？我要写，谢谢听白送的愿望，我要写，前台电话是多少？玩了什么项目？玩了过山车，我喜欢玩那种像秋千的那种东西，像秋千的那种东西真的特别好玩，那种东西怎么说呢？就像坐秋千一样，一点都不恐怖，其他的项目都感觉有点恐怖。哦，你去玩那种小孩子。玩的就不恐怖，小孩子玩的那种游乐设施就很好。我们本来要吃牛蛙的。啊，你为什么最不喜欢啊？像秋千的那种，晃啊晃啊，像个圈圈一样的。我分不清楚。我玩过过山车啊。我玩过，我只是说我不喜欢。我玩了过山车。哼，太丑了，不想回忆。哎，我要写什么来着？我要写。前台电话是多少？好好吃的吐司，没有看见，我们今天都没有逛街，吃完就回来了。谢谢 K948的音乐棒。哎，给自己安一个直播支架。哎呦，不过我们明天也起很早，明天7点钟在楼下集合。什么？谢谢。
害怕，我挺害怕的。而且今天晚上也，我昨天都没有洗头。没事，慢慢来。谢谢 BUBBY 送的奶茶。妈，为什么要给我发一个问号呀？明年发给我，打死你！有点太那个了吧？很卡吗？那没办法，我这边，我这边，哎。就只有这样。但是我洗了刘海。谢谢柠檬山茶送的巧克力。你们看得出来我没洗头吗？看不出来，我头发一样纵向丝滑。因为看不出来吧？因为昨天晚上太晚了，不然我和谁一起住嘛？总不能。不然我应该和谁一起住？不然我和谁住？我这个直播没办法，这里灯光很昏暗，总共只有一个灯、两个灯、三个灯。我这间屋子总共有三个灯，然后厕所再加一个灯，然后在厕所外面的那个小巷道里有一个灯，整体的灯光就很昏暗呀。因为很恐怖嘛，所以就哎，好过分，好过分，哼，不和你们了，伤心透了，心如死灰。表情包不许，不许用表情包，不能用表情包。是，我不开心了。单纯复杂的是人。开心了。我们今天来说一下我不模糊啊，还好吧。现在就带你研究，明天不见不散的，明天大家跟我一起。太难过了。见散。难过的我都不知道说什么。今天我也不换衣服哟。早知道就不玩项目了。但是我是不是不应该跟你们说？真的是太丑了。让你们可能都发现不了我明天不换衣服。如果我跟你们说的话，你们就会在意。不来接受，明天我手绘也不会。没有时间换衣服。白来，没有啊，是快乐星球，可以，没有三天，下次再来玩，把那个工作员的牌牌给偷拿走。我们刚刚看了那个工作证，好像到五月份呢，但是不清楚啊，上面写的是国潮什么四月几号至，反正就还挺长的。这是我们今天还射箭了呢。就是我们今天在欢乐谷的时候，我现在这里都很痛，因为没有想到射箭这么难。极致的预知。我没有三天没换衣服，这是我昨天新买的，因为我没有带衣服来。我真没有，这是我，而且这个衣服我都没有穿到。感觉我老是睡不好。这个、衣服是我今天下午4点才穿的，因为今天下午我们外务完我才换上这个衣服的。哎呀，这边太满了，我还要练我自己的生日。我学了，我学了一个舞，我都几乎快把它忘记了。对呀、啊。因为没练，没时间练，我都差点要把它忘记了。还买了。对。就是昨天很冷。睡得一点都不好。跟你讲，昨天本来就睡不好，我睡得挺早的。那个该死的蚊子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天气竟然有蚊子，它一直在我耳边叫，你知道吗？气得我快疯了。最后你知道我怎么睡觉的吗？我现在不是戴着耳机吗？我睡觉的时候我也戴着耳机，因为我很讨厌它在我耳朵叫。结果我戴上耳机，我还是能听到它偶尔在我耳朵叫，我就用被子捂着我的耳朵，但是我还是能听到它在我。真的在我耳边叫，我当时气得没办法了，我真的是气死了。我怎么拍得到他黑漆漆的夜里？我都不知道他哪个方向往哪边飞。我就是想说，今天怕是温暖不到啥子。开灯拍，小赖都睡着了，不太好，会打扰到别人休息的，真的。我们坐动车惨不惨？啊，哪无得到他？但是大家还是要感谢我，
因为我牺牲很多。少了听不到蚊子们肯定听不到啊，一般蚊子不都在耳边嗡嗡叫的时候才能听得到。我一般会就是等它飞近了在耳朵旁边的时候才能听到声音。太冰冷了，撤了。你别深夜笑人的事，冰冷的地区会被打扰到的吧。你们都不感谢，没让我们大巴，我们96反正都上去睡觉，就这个时候我们坐2个小时还可以多睡一会儿的。我跟你们讲一件事儿，这两天我忘了带充电器，所以我每天都要借一个充电宝，我每天都要花20多块钱。对，我们坐2个小时还能多睡一会儿呢，挺不错的。每天晚上。而且我们今天。对呀、啊，过个夜，昨天晚上我借了一个充电宝，今天还回去的时候，他扣了我28。在上面就是他。的花呗。主持人就说跟大家来一个大合照，我们就去蹭合照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今天没有电的时候，你也给我就是借我充电宝了。但是，我跟你讲，我没有带充电器，所以我现在又借了一个。看到没？你们看不到。你们都知道我们在哪里吃饭了。看。真的好痛，心痛。我跟你讲，而且我还忘带了卸妆的，我觉得还不如去买一个。我不知道在哪儿买，我就想着，哎，算了。对，我没带嘛。对，我带了呀，但是它要用啊。5号还能去蹭蹭。别人也要用啊，只有一根线怎么用嘛？别人也要充电啊，对不对？你们怎么知道有冷面？是我和闪闪一起。哎，没有冷面。屈臣氏有，我懒得。没有冷面，我们点的是炸酱面，真的是。错开充电。一般说实话，怎么错开嘛？就是没有电的时候，估计大家都没电了，都要充。我不可能就是等我手机关机，等它充好了我再充啊，对不对？几乎你看，每个人都是早上就是晚上充电，然后白天用。等我手机没电的时候，他的手机估计也快没电了。一般我觉得都是这样子的，就像我有时候要用充电宝的时候。大家不是我今天说我手机还有20%嘛，梁晶晶也说我手机也快没电了，几乎都是这样子的。然后我们在吃饭的时候，大家都在借充电宝。我还给大家分，我说有人要吃炸酱面吗？我就分给大家吃，大家一人捏一筷子。你可以送一半的葱，我剩一半的时候谁想得起来啊？真的是。好吃吗？好。谁不是趁手机没电的时候才想起来充电？哪有人有意识说电？在50%就想去充电呀，对不对？我用了，我用了，我没有不用，我用了。过后不是走了吗？我怎么能把别人的充电宝带走呢？这多不好是吧？啊，是吗？我不会，我一般会剩20%的时候开始焦虑。不是喝酒的，是喝饮料的，我们喝。真没事啊！我觉得不好，我以为就是你的充电宝嘛，万一你要充电呢，我就还你啦。害羞。你为什么还给香蕉？反正我已经就还了。对我腮红打多了。没有，我从来不上脸，你们不要这样。所以我就还给你了，我就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借。就是。然后我又把它带过来了，没有，特别好笑。我借了过后，然后回就还了嘛，吃完饭还了。然后到酒店我又借了一个，因为我觉得我晚上需要它。难道你们要？在成都。不想做个好人，我想做个坏人。你钱不是钱，什么啊？我钱是钱，我可伤心了。我这个月要还3000的花呗。我看到那个数字，我简直不想面对。你们明天一起喝吧，我们明天一起，我们明天公演完都凌晨了，后天还要出外务。谢谢天涯明月的姻缘。握手会明天我们直接去。
哎呀，我都没有想到，我其实有很多事情我都没有想到，我是做事情可能，没有，就是可能真的最近睡得太傻了，哦、少了，睡得太少了，不是傻。哎呀，不是，就是真的是有时候想没有想起来。为什么会知道？真的是，我还把有个粉丝给了我一个泡泡机，我把泡泡机给落到了，落在了那个欢乐谷里面，然后我走了很久都没发现我落了它，直到有人提醒，哎，你的泡泡机呢？我说啊，没了。为什么理会一声？超痛了。不是已经没来了？哎呀，真的是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这就是早起傻一天，不能早起，不能早起，所以，哎，还是让我们睡够了再出发。对，我差点把小赖的一个小包包给拉在了那个，我们不是划船吗？那个船里面。然后我拿着手机就跑了，我就忘记了我有个包包，直到亮晶晶他说你的包，然后大家都在喊你的包你的包，他说你是骗子，我说然后我们说让他进来，他也没有进来，是我好乖，我本来一直都这么乖，就是其实我还挺想坐摩天轮，什么旋转木马，那种不是很激烈的游戏的，但是它好像在维修。来上班的。我最开心的就是做那个小孩子的项目了，特别好玩又不恐怖。这个酒店它是个客栈，这个叫什么？不知道叫什么什么绿箭客栈还叫什么客栈？什么绿什么客栈？跟你们说可骗了，哦，这里大家千万不要来住。叫城市客栈，没有，就是现在可能心脏受不了刺激。我玩那个过山车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整个人要被飞出去了，我有一次我就感觉我要死掉了，错觉，有一种错觉，我感觉我要死掉了，所以就你懂的。不会的，胆子大并不是说这种胆子大，我心命，我胆子大只是说我不畏惧，就是一些不存在的事情，怎么说呢，就是像那种东西什么的，我就不畏惧不存在的东西，但是我畏惧生死。对呀，就是这么辛苦。对，因为你不想再让你们看到我的大脑门。小心这种。好的。对，只要不是死人的那种，什么都不怕，就是不拿我的生命开玩笑的那种，我就不怕。上好，现在出发，赶得上明天握手，明天三点钟才握手呢。哦，高，明天不能给大家吃 QQ 弹弹的高粱。不能说死，好吗？不说不说。明天好像是有握手。姐家的就是不会有毒的。对呀，梁晶晶说的下午三点开始，因为梁晶晶是好员工，她能记得住握手会的时间。哎呀，你们也来嘛，你们来嘛。三点开始，那我们三点半报单了。你们去吃饭了？你们去干嘛了？你们去吃饭了？全身痛，只是不爱罢了。爱的话，千里万里都会。太好笑了。对，我打哈欠了，我很困。现在是特别在我们笑点上的人，他每天都很好笑。特别困。展开讲讲，他眼睛就很好笑，他每次，他就是这样子的。就能发，能发电。他都是这样
我没有对你感情变质，你对我不是没有感情变质，哦、你对我根本就没有感情。我只是哼，乱说的。我们应该哈哈哈哈，你是憨憨，你才是，你才憨憨，哼。不会的，那我们2:50就出来。生气。我明天肯定2:50就出来坐着，大家相信我。我一直都知道，我很知道这些，抹得干净。不信，真的。我2:50就勤快的等着大家，明天在咖啡厅啊！哇，我也是，好开心哦，真不错，终于不用在那里开会了，可以讲哦，对，咖啡厅可以讲悄悄话了，在那里开会啥都讲不了，真的是无法感情变质，因为你根本就不爱了。悄悄话，老是被抓。但是他冷漠了，还是你冷漠？肯定是他冷漠了呀！我一直都是很热情，我热情似火的对待我每一个粉丝。好的，我再播一会儿，播到11:30或者是12:00。11:30吧，我真的不行了，我太困了，我睡不好，我马上去洗漱睡觉。谁要我抱养大哥？一个李慧声音才大吧？李慧她不是经常讲别人坏话被别人听到吗？我是听她的描述，不知道她有没有夸大。听说她就讲别人坏话。对呀、啊，我真的最近很就是她隔壁累人，别人在隔壁握手。睡得着，我好困。不过我今天会回，但是不会回完，可能我不知道，看情况吧，看我睡觉。困不困？如果可能就是如果我翻着没有回音了，那就说明我睡着了。但是因为我不害怕。对呀、啊，我很困。太难过了。我又不怕。苏月欠你的歌，我们回去放给你听哈，唱给你听。今天就不唱了，因为今天也没有 BGM。可分不清楚他到底。没发现吧？明天大师讲。今天可能会翻，但是可能翻不了很多。我发现了，对呀、啊，他每天都在卖菜，说，哎呀，他们反正他天天都在。嗯，好困，真的很困，满脑子都想睡觉。无话可说，明明就是你不想跟我说话，怎么可能无话可说呢？我真的是话有很多都可说，只是你不想和我说。翻白猜谜语吧，猜谜语哈，你真的是小看我，你觉得我看猜得出来吗？我猜得出来吗？哦，我妹妹今天可想来欢乐谷了。我今天很乖，我不是一直都很乖吗？难道我昨天不乖吗？难道我昨天很丑陋吗？那个大粉色蝴蝶结你们不喜欢吗？特别好笑，他们说好大一个蝴蝶结，我说我就是要戴一个大蝴蝶结，在人群中就很耀眼，我下次还买一个红色的，我戴在后脑勺上，不管是背面正面也要吸引住你们的视线。吸引你们的视线。哦，对，我跟你讲，今天粉丝送了我盲盒，猫和老鼠，就很适合。不会被抓吧？不会，他们不知道你在羡慕谁，大家都不知道，你说你在羡慕谁？给他安上，是个这个猫和老鼠。啊，这是你看到大声说的话吗？万一他就是万一你想就是你想大声说的话说给听的这个人的对象他 get 不到怎么办呢？那不是白说了？哎，好像弄错了。真的很挺清楚。我也觉得。这个，感觉还挺可爱的。我们走游客通道，我都没看到你后面。因为我们不走游客通道，我们走员工通道。毕竟还是挺聪明的。哦，你去拿包了。
那也太可惜了。然后你就失踪了，没有失踪呀，是你失踪了。今天养了你。说我们真的很好执着，为你们执着，是挺执着的。好不好？真的是。今天杨雨涵还把，就是我们今天不是去坐船嘛，他把他的相机落在了船上。然后我们都走远了，我们本来打算去买冰糖葫芦的，你们辛苦了，辛苦了。然后我们就去上厕所一样，因为我的脖子上挂了一个假，一早赶回重庆。我脖子上挂了个泡泡机。是的，我们七点钟。突然觉得不太对劲，为什么我的脖子上有个相机呢？他说，哎呀，我的拍立得。你们真的很辛苦，辛苦了。然后我就飞奔到坐船的地方，然后结果。那个坐船的那个工作人员非说，他说我们没有落在船上，他说没有落在船上，如果落在船上的话，绝对会就是给我们收起来的。我们说真的落在船上了，我们本来想悄悄找的，结果也有粉丝就是一起在坐船嘛，我们先上岸了，他们还在那里坐船，真的会很累。我们刚准备去那个岸边找的时候。真的，你们太辛苦了，就是一整天，那个相机也很重，那个相机也好重哦，好大一个相机，所以辛苦了，辛苦。没有办法，那个老板，因为那个老板一直大声的在那里说，拍了两天，他就大声在那里说，连那个美女的相机找不到了，然后结果大家就都听见了，然后粉丝什么？就。我想到相机了，上什么相机？他们拍了反图。哦，我要买vlog相机，一定要。船的编号是多少？然后查。但什么时候来买，我还不知道。虽然很想要，但是感觉自己的工资还支撑不了。就是开着他的电动船去给我们寻找回来的。脑袋聪明。点点点，什么四连了？不过真好。会有人喜欢我四连了吗？我出道才三连多，会有的。应该的。可能没出道就喜欢了呢？怎么可能？没出道你们都不认识我。太好笑了，大为震惊。今天我不是射箭人，射箭我不是给他拍照吗？我竟然一个都没拍着，就是后来闪闪就是我们刚刚笑什么人？金牛凯德不是走。不过说实话，如果没出道的话，你们肯定不认识我是吧？对啊，是我看一看。被路人粉最常见。哼。就是。常青啥呀？都很少见你。拍了很多张。是吗？哇哦，好厉害哦！我也好想变成新人，或者是前辈，这种不上不下的就没关注。但是那个相册真的是空的。哎，你哪个久？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。希望你们陪我久一点。你怕你被熬毕业了，笑人的很。直接带去咖啡厅，啊，对，我们也不能回中心。让人我不用，不要瞎说，我讨厌乱说话的人。下次一定。但是确实没有保存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不懂。你们都没见过，怎么会知道谁是谁呀？怎么就会知道群呢？建群呢？下午3点开始你们就很爽，可是我们还是很不爽。我们明天7点在大堂集合，对，正好有第二个路人粉了。那笑人。差不多是二点。那万一我在没能够出道呢？其实我也不知道。我在那个什么。其实我一直以为我会在那个什么，那叫什么？就是突然不知道什么了，叫啥替补里面，但是没想到
但是没有想到，我们今天还是要去厕所逛，还是可以的，换了古的厕所，至少还有个站位，而且站位还是挺可以的，刚好是在中间。八号位，而且数字也是我喜欢的。艺术体操很难，没有哦，所以大家不用疼。拍照了，我们就是拍了好自信啊，在厕所里面，因为厕所那我自信啊，很好。我有些自，哎，我是有时候不是不自信，我是有自知之明。不然我们今天在厕所里面待那么久干什么？哦，我都不知道。能理会他们，然后我们就去厕所拍了很多照。不是啊，那个厕所的墙是白的，就是那种很有艺术感的。你们拍到时候发微博，你们肯定猜不到是厕所，你们肯定觉得在哪个网红点打卡。什么缘分和这个直播间的朋友，但是就算评论，所以大家投鸡腿吧，我想要鸡腿，我想要我漂亮的相机，我想要我的生活好一点，我什么都不想，我现在在被生活磨平了棱角，我现在只是想要工资高一点，你们肯定以为是在别的地方拍的，想要工资高一点，不过好难哦。嗯，对，我只想暴富。没有吃下真的很难的。我感觉我的眼睛要快眯上了。不是。慢慢敷，慢慢敷也要慢慢敷得起来呀。穷。哼。这点你们就不要随我了，我们没有学点别的好的。洗手间拍照好不好？他们以前还在洗手间拍抖音呢，洗手间灯光好，不过现在我们家的洗手间没有那个了，我们现在我们家的厕所没有灯了。我都想开个直播，你做我榜一了，什么意思啊？都不懂。想随你好看个老天不给。不可说，不可说。我又不是很好看，是我就想变成那种人尽皆知的大美女，把缺陷给填平，然后让我给她去送礼物，那可她真的是想多了。我能刷得起火箭吗？我是这种人，我就给自己刷到50万。我就是那种为公司奉献，我每天为自己。就是开流量，我拿个小号，自己做自己的大佬。自己推自己，对呀、啊，多厉害啊，是吧？我们今天在欢乐谷里面走了很久，绕了好多好多圈。我好像还没干什么，就是坐了船，射了箭，然后就哦，我们还摸了兔子，就是欢乐谷里面有卖兔子的。我说如果，可惜我不是。成都欢乐谷不是很旧，我什么都不是。我就是觉得这个成都欢乐谷修了这么久了。他要不要翻新一下？就是我今天都能感受得到那些项目很久。好，我也就是成都的要恐怖一点，走一圈不行，有点痛。因为你又不能去做，人很多。李慧说的，李慧说今天里面有20000人，就是他昨天我们在排练的时候，他就说今天欢乐谷里面有20000个人，然后结果我今天走进欢乐谷，我说你不是说有20000个人吗？我怎么连200个人都没见到？过分，在喊粉丝代拍，是吗？这么过分？好困啊。不知道，我今天只偶遇过他一次，这么过分，是太过分了吧？怎么可能？居然干这么过分的事情！睡了吗？没有，有点困了。啊，要是大家也愿意给我们代排的话，那不挺好。但是重庆我不害怕，
重庆的过山车我坐过好多次了。再播一会儿吧，再播一小会儿。重庆我可以去，感觉好不容易化个妆。主要是我今天为什么害怕呢？还到了不自己去。你们去了，难道让我们在下面拍你们？难道你们去坐过山车，我们在下面等着你们下来？谢谢徐无言送的巧克力。反正我们也不敢玩。噔噔噔，我怎么能行？可我还没回翻牌，我还没有收拾东西。对啊，明天是公演，下午有握手会。我们拍过，我们没拍过。我一直都很温柔。我只拍过你们在机场的旅行。好虚弱，没有吧？我的 vlog 还没。我还好啊。都没有开始剪。哪虚弱了？我要给你们打码，打三个大大的码，旅行团。但是我一直没有开始剪辑。是大忙人。没有没有。谢谢柠檬山茶送的巧克力。我只是困了，真的没办法，太困了，所以今天也播不了一会儿，明天见吧，可能明天也播不了一会儿，因为明天后天还有重庆，明天就是公演，后天重庆欢乐谷，真的是，一点点时间都不给我，然后六号早上也有舞蹈课，然后7号考核，哎呀。本来就很少，谢谢 B U Z Z 送的奶茶。一个都跑不脱，但是我还没有开始剪呢。我觉得剪 vlog 真的很难很难很难。可是他又不给我们大明星的待遇，我只想要钱多一点。我真希望我们的底薪不说多了涨回什么，以前说的每年涨一点，现在应该也是4000-5000了。不说底薪有这么高，底薪3000块，你说我是不是很卑微？我只需要我的底薪涨到3000块，我就很开心了。可能我在做梦吧，但我没说。欢乐谷有什么好拍的呀？这越说难，我就觉得越不难，越不让我剪，我就越要剪。对，逆反了。我们这次好像剪了。好呀，剪喽。我多大？我才18。18不就是叛逆期吗？可是我们的工资永远都。18的时候最喜欢跟爸爸妈妈吵架。可我们底薪都没有2500，不说多了，底薪2500也愿意。我妈妈请大家吃火锅。真的，求求了，2500我也可以。我们去，我们也排了队，底薪都没有，就是我们底薪都没有2500，我们底薪只有1760。13岁的底薪才1000多。我希望我工资高一点，你们也不用给我送鸡腿。每次其实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想啊。我有时候想想是不是给你们的观感不太好，每个月好像时时刻刻都在要鸡腿。虽然我也不会骗啊，我就是想就是说的很直接，因为我本来就不太会说话。但是虽然我是很想要，但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哎，我可能觉得。在你们眼中看起来不太好吧？确实，本来就可能小偶像不应该说这些话的吧，就感觉好像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这种感觉，可能就很害怕在你们眼中就是我变得很那个，但是也没有办法呀。我也是。对，但是又要生活嘛，如果可以底薪，我跟你讲，我不说多了，我出道的时候，我们好像是挺少的。出道过后好像是3500左右吧，每个月至少也有3500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会那么频繁的要鸡腿，可时候真的是底薪太低了，我没办法，我一定要就是保持我每个月至少有15万吧，就是最高最好就是鸡腿20万也行，真的。没有，我是怕觉得粉丝觉得我很，就是只想要鸡腿，就是反正就觉得我人不好什么那样子的。
但是我真的有时候就没有办法嘛，人都要吃饭嘛。结果现在不是也只有1460。你吹的不算多了，我感觉还挺多的，哎，但是我也没有办法。嗯。没有办法让心情沉淀下，没有办法。真的真的，又要生活，等等。对呀，啥说嘛？有时候我真的想，如果有一天，真的就是，可能生活不下去了，我可能就会离开了这里吧。也没办法。我有我的难处，哦，真的很烦这个人生啊！哇，谢谢黑锅的权杖，比心，感谢黑锅。我真的记不到，因为我那时候很小。比心，对呀，被生活现实打败。对，谢谢黑锅。我还黑锅和那个苏月，明天我都开始给你们唱歌哈。不知道明天你能不能来？哎，你怎么还没睡呀、啊？哦，你们放假了吗？因为我牺牲自我呀，不然。我就爱说舒月。天哪！哼，我说习惯了，他也认可。放假了哦，真好，羡慕放假的。我也想放个假，可是我没有假，我直到我的生日那天都没有假，我生日过后不知道有没有假了。对，我要一直忙到10号、11号，可能还有 mid live 的话就是11号，看12号有没有假，我真的要疯了。生日完先去看看腿。没时间，还到时候再说吧，可能也没有什么资金。哦，我跟你们说，昨天晚上吃火锅的时候，我妹妹就在考大家，就是考我们脑筋急转弯，他们没有一个人答出来的，他们还答上瘾了，说哎呀，再来出几个，他们脑子都没有我妹妹转得快。就是我妹妹说什么东西不用做，但是我觉得我腿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你们说是什么？就是什么东西不用做，还是要被罚站。别的我都记不得了，我就只记得这个印象很深刻。蚊子咬我的手，痒痒的。啊，我只是有点小问题都会说呀，我不是这种人吗？我都是有一点点什么什么都会说的。对呀、啊，有蚊子了。昨天晚上还嗡嗡的吵我叫。本来，因为做。不用做啊，你没有做作业当然会被罚站呀。当时李慧说哎呀，我知道了，我要记住。没看到他。然后李慧说是什么东西做了要被罚站，对吗？然后呢，我妹妹说是不用做要被罚站，他题干都没记清楚，他就要去考别人，笑死了。啊，我没有呀，我只是很困。我哪哭包了，真的是。我以前小时候是这样子被罚，你手要抬起来，然后这样蹲下来，就是手是这样子。我以前小时候都是这样被罚站的。你们有吗？就是要站到教室最后一排这样子，然后脚是那样子深蹲的，手这样子。哇，谢谢黑锅的夜蝶，我顿时醒了。对。谢黑锅的夜蝶，比心。现在不用被罚站。天哪，谢谢宝贝的夜蝶，谢谢。为什么被罚站还？本来说想要下播了，算了，我还可以加时，我们加时到。谢杨宇涵，很棒的夜蝶，谢谢你的夜蝶。什么？我精神了，我可精神了呢。你不困吗？谢谢萌萌甲鱼的春天奶茶。我有一点点还好。太长了吧？对，我被甜到了。噔噔噔！所以你看我的眼睛睁得多大，我现在很精神。对，这个。夜蝶的特效划得来。
噔噔噔，眼睛也是都大，没有，我当时想困了，还要痛十好几万吗？所以就眼睛是虚着的，是吧？现在不是精神很多了吗？真的，是吧？是吧？因为收到一点，难道不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吗？哒哒哒，还能坚持。可惜没有天猫精灵，哦，也不行。等等，光在与你对望。哒哒哒哒哒，最近一直在听歌。嗯、你们都不说话了。你们我卡了吗？磕脚趾。氛围卡了吗？你们都不说话，哼，过分。害得我就以为没有人了，咋哈？嗯，真的好困。什么？哼！谢谢山草送的巧克力。谢谢你的一点。什么女生？可能他又看上了别人。他看上了谁？为什么我比心是这样子的？他都不是一个心，但是我从小就这么比。哼，这是应该这样。那不是不屑，而是生气，你都不理我。这样才比较像一颗心。不是他吗？这俩真的非常比较像，但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我小时候就是这样？天哪，你是个渣女！就是从小就是这样子学的。想不出，看不出来呀。是我的手有问题吗？兜里头李超人。但是、啊，它不像一个心啊。哒哒哒哒。麻圆好油啊，吃了可油了。谢谢你们爱我啊。不是比国，可是这个虽然它是国际首饰，但是你们不觉得这个很土吗？不屑。手指比较特别，谢谢。这样子。这样就不吐。哼，那你说不谢，哼。比心。那我说谢谢也不在你呀，气人的很，打死你，无情的。有一个问题。对。生气。这这这，气人的很。你怎么知道？为什么你不是、啊、真的不是我安利的？我怎么真的不怪我？翻脸好快，真不是我安利的。啊、我有翻脸过吗？啊、我不就都是对的脸吗？真不是我安利的，翻过是因为我的宝贝，他的舞台太好看了，他就被。为什么杀了我？关我什么事儿？不是，是因为他很喜欢他的蔷薇之巅，他一直反复看，他被刷到了，真的不关我的事。他蔷薇之巅的时候，他跳蔷薇之巅的时候，我跟李慧都一个在上海，一个在成都，怎么可能？我没有给他看。然后呢，就是反正就过了好多天了之后，他给我发了一张。给我发了一张，不在抢反正就说啊，真的好好看，我都要爱上了。然后我说，然后呢？抢什么？我自己都没看好不好？我看了那个蔷薇之巅之后，我就没听懂，我就退出了。是我脑子太昏了吗？票，但是我都没有看。抢红包吗？蔷薇之巅。卫生间，哈哈哈！谁在抢卫生间？你们竟然！半夜喜欢玩抢卫生间这种游戏，你们在干嘛？是没有看。biu biu biu。脑空，笑人。哎呀，我都后悔了，就是因为不是第二天的比较好看嘛，第二天竟然要公益，总不能在公益舞台上看吧？我看的是什么呀？什么重口哈？没我没有吗？我不像，我不像吗？嗯，我不能是吗？嗯。没电了。你们都可以这么讲。但是拿了充电器的话，就手机就支
就是乖。我再播一会儿，我真的要去睡觉了，我好困。哦，而且刚刚下雨了，刚刚我回来的路上下雨了，我买个手机支架。在重庆，什么呀？我觉得在成都呢，成都怎么可能随身带手机支架？会如果随身带，怎么又下雨？打死你！反正欢乐谷这边，对呀，我睡得可少，随身我睡眠不够，就很难受。开箱的，上一次李慧他就被开，我们上一次去长沙的时候他就被开箱了呀，因为他带了一个手机支架。我给你们直播睡觉吧。不行，我跟你讲，我这样会真的困的，我跟你讲，刚刚闭眼了几秒钟，我就感觉我要进入了，刚刚闭眼了几分钟，我感觉我进入了，就快，就是快跨进梦乡了，我跟你讲，真的。哎，我不知道，既然说我睫毛刷的不太美丽。过分，你这是不美丽吗？不美丽吗？我那是耍吗？那是回翻牌。昨天回的晚了一点，那是因为哦，昨天没回，前天，哎，哪天？啊，我已经分不清日子了。昨天好像没回，前天吧。前天我很困，我说我要早睡，但是因为我真的回翻牌，是昨天吗？不是昨天吧？哼，是哪天嘛？我不知道了。所以，哎。太短了，可以贴假睫毛。对，我真的是昏了，我真的很困。跟大家近距离接触，我就贴两根假睫毛好了。大家知道吗？最近很流行的仙子毛。前天，哦，前天。我真的已经分不清时候了，我真的要睡，我再播一小会儿就睡觉了。悄悄沾月光，在雨里对望。我捏了之后，回去的时候，我的眼睛明年见哈肿了。没有睡四个小时吧？但是可能是因为有蚊子一直打断我，然后还有手机什么叮叮叮叮叮叮，然后我就一直睡不响。如果现在10:45下播的话，那洗完头洗完澡都11:00了，就不能睡。哦，而且我的化妆包还在吴学宇呢，没有，是超过十个小时的，我觉得我们今天是10:30做妆发嘛，我们大概。为什么自己要来参加这种东西？应该会有，感觉时间也不是很那个，但是可能睡不好。想12:30不太可能，我就改成1:00，所以是。好像要来。1:00。好像是要来。学会断句，你们是不是？断句很重要的。啊，很困。我再播一小会我就要下。他回学校了，他现在啊。那我的化妆包呢？在他房间里面。他来重庆欢乐谷，吴学宇。他不来吧？他不是顾红颜吗？他不，嗯？他来重庆欢乐谷。天命约定有。真的呀。真的假的？哦，天哪，他这么忙碌，好困啊，我还不知道呢。他如此忙碌，震惊了，太震惊了吧？啊，这样子，哼，大家都睡吧。我们明天再聊吧，我真的太困了。对，因为他不行，我真的太困了。他想每周都回来见见我。我还要翻牌没有回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回，可能回不了，后明天回吧。
明天结束再回，我太难受了，都没有休息时间，太气人了。好，不说了，我要睡觉了，晚安晚安。因为他真的太那个了，根本也没空，太困了，洗洗就睡了。明天7点钟出发，我6点半就要起床，6点半都是最迟的，6:20起床吧，收拾东西什么的。我也不知道，因为他每次都说什么要回学校，不回来童年，结果第二周又回来。晚安晚安。对呀、睡不了多久了。晚安晚安。肯定还是因为舍不得，我跟你们说，肯定还是因为很喜欢这里。晚安晚安晚安。不然的话，怎么还会回来呢？晚安。笑人，吐了什么？为什么吐了？吐了咽下去，吃掉。拜拜晚安。我的宝贝们晚安。还晕，我跟你说，吐了都这种咽下去，或者是吃回去，出坑了打死你了。不说了，真的好困了，我要去洗洗睡觉了。晚安，拜拜。晚安，拜拜。